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这个示范的关卡是神庙试炼墓草木皆兵，超级的关卡哦。可以看到我的血已经被打了，就这个家伙他先给我偷打了一下哈。我们就是开始先除一点 CD 吧，不过这一只 CD1 的我们可以先把它 KO 掉。怕力道太大了，哎呦，力道还不够哎！哦，有点危险。我决定先转吸。然后再做一个高吸，算是绿出了一个动作，对，除非他天降没有任何星珠，不过几率比较低啊。很多比较厉害的玩家他都不会储技的，不是他不储，因为他的 CD 够长够短，我的比较长，有没有？我的比较长，所以就是要集气一下这样。照理来讲应该伤害是狼比较痛，所以我先杀狼。攻击力差不多了，一样先打了。刚刚好，也不太需要出什么 CD 了，我们 CD 快到了，这第二关嘛。第三关以上就有那一只高 combo 那一只，所以我们这时候可以先做一个这个算是简易型的手动叠珠哈。其实不用做得太夸张，大概就好了。因为它吸数量很高，直接狙掉了，算了。八 combo 以上才有伤害哦，但是这次可以帮我们延长转珠时间。我研究一下这个，由于我有两只攻击的哈，所以我先。转一次就好了，然后这样，十秒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哦，这个自己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。我知道这样应该是没有了，因为这个个人的技术的问题。会杀掉右边那一只好吧，无所谓，那现在就是靠技术了。你知道我没有技术，还靠我技术？六、七，再一个。跟他玩的，再来一个，这八康波对我来讲有点难度啊。
不过 CD3 还 OK 啦。真是把我潜力都破出来了。啊！我想说还没死哎、欸。新公路，我觉得他吸金的时候先把他 K 掉。这个强化盾的话，我思考一下哦。15万，好，先开一只啊，不够我们再补招就好了。嗯，还真的是不够哈、哦。这个有两只转型，就是有这个好处。现在光要储 CD， 所以。想一下、哦、先不开，我先不开好了。提尔开下去应该可以直接解决掉他才对。这关稍微除一下 CD 就可以了。那这次打蛮痛的，所以我可能先按照这样的顺序去打吧。这么多火烛天降就是没有消到这样。哦，这个队友还蛮给力的哦，他是 CD 死的，所以我除技会比较快一点。太大力了！小多拉拉，小多拉拉，这位先生太大力了。非常好的。目前的状态是这个，一个是没有火柱的状态。哦，因为我这一只要储技，所以这回合我不打算转哦，所以我就直接消住就好了。但尽量消多一点哈、哦，不然怕等下天降没有火柱可以用。哦呦呀，有五颗。够不够力呢？刚刚好，不够力，非常好。哇，刚刚发生什么事？看一下，还有三回合。因为怕火柱不太够，所以我决定是这样用，比较安全一点。
哼，我说的够了，然后就继续消，哦，顺便这个算是储技。哎呀，消到左边那个了，他应该不会死掉吧？拱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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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拱，死掉了，死掉就算了，没关系。这个打法的话，我建议是这样打，建议的，因为怕打他没打死，哎，会没打死吗？应该不太可能，通常这种血量都特别少，这样好了。攻击力还在我们的计算范围内就 OK 了。哦，非常好，技能全部跳起来了。这个地方的话，我建议在这一回合就开始绿你要的攻击珠了，哈。不用想说为什么我没消到，哦，因为没消到无所谓，最主要是我猪要叠得出来。哦，这边随便他怎么摧残你都没关系。哦，因为王冠我不晓得他打的力道我们够不够承受啊！他死掉了。第三还有三，还有两回合可以玩哈。再一回合啊！哎呦喂！我的火柱差点被他摧毁掉。好，第一回合就一波爆发，就要看可不可以带走了，带不走也没关系。那这时候我，我看一下啊，哇，我的星珠蛮多的，这样 combo 会变少，所以我可能直接这样转好了。然后再加提尔，哦，提尔哦，可以看一下，它是两把刀的，有看到？所以我基本上这边会做五颗啦，哦，增加它的攻击力。100万，我不晓得攻击力这样够不够，哦，还差一点。哦，一样，这边一样，我一样是做五颗让它连在一起。哦，蛮耐打的。哦，不过基本上通关应该是没问题啊，这样打起来的话暴力过应该就可以，不用用什么所谓的魔队这样。哦，对哦，找提尔有个好处，可以转强化盾啊，找狂魔因为洗 CD 比较不方便。哦，以上这个神庙墓哦 extra 的一个示范给大家参考看看。哦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